妈，这个鱼做啥好吃的？做点辣条子。放些盐，开始和面，先拌成絮状，这还给它揉到一起。好了，接着叫它醒。醒时为准和一次，来回三次，越和面越滚。刷些油。该说再醒一回。洋葱、芥菜、青椒、盐、花椒面调味，吃饭。看嘛，你不吃？你吃。